欢迎芳芳姐，欢迎王宇，欢迎不胖妮老师，欢迎欢迎。我们今天晚上这三位要合作一个神奇的、创新的、给我们带来惊喜的节目。是三位老师来介绍一下。我觉得哎呦谢谢龚老师。魔术师是这样的，那个以往大家看到一说魔术肯定想到的就是近景魔术，对吧？舞台大型幻术，今天都不是。我们要给全国观众朋友带来一场创新的盛宴，我们呢其实可以简单的称作这是一个魔术剧。今天我们这个就像王宇说的魔术剧，也可以叫魔术小品，是啊，带有生活气息的，有人文关怀的人物情感的，在一个家庭里边给大家展示不同的惊喜。啊，这次呢我能够有这个荣幸跟年轻的朋友一起呢，我觉得对我来讲也是一个在学习。